由云林科技大学的学生囡仔自发举办的联合攻击市集，今年将要扩大活动的规模，来到斗六的人文公园周边举办。而除了延续往年以帮助儿童福利联盟的小朋友为主要对象以外，今年阁有特别为家庭甲亲子设计专属的活动。伫4月27甲28两天，阁有将近50个单位要来试一摆搭，要阁大家会当哪耍哪洗哪做攻击。泡泡足球第二天会有晚会表演及抽奖活动。大学生特别上街啊！宣传今年同游园主办的联合公益市集将扩大规模，刷到斗六人文公园周边举办。因为去年就是在校内还不太确定我们的活动，就是整个活动的客群就是只有在校内想要推出去。如果客群大点，像是大众，我们能够募集到的爱心就会更多。然后再加上近年来新闻上时常在报道一些孩童受到的一些暴力事件，所以可能我们自己潜意识有观察到说这一个区块是我们更需要去帮助的。我想要做的更多，于是我加入了异想世界。已经举办到第二届的联合公益市集，由云林科技大学学生自发发起，除了整合学校资源，还特别以儿童福利联盟的囡仔为出发点，连接社会资源来帮助因。大学生爱玩，结果还可以做公益帮助别人，所以想要把这个活动继续推广下去。然后今年呢，就做了一些主题上的更改，然后就是融合亲子的这个主题，可以希望帮助更多的孩童。大学生那非常有执行力，也非常有创意，设计出高水的动样，进行活动相关产品，有金甲民众的鼓励。机器人跟小孩子比较有关联，因为他们对于机器人这种东西可能比较感兴趣。然后这种是我们异想世界的宣传，这就是我们 logo， 就气球。然后我们觉得气球这种东西，也可以拿来当宣传品，亦或是有种梦幻的那种感觉，跟亲子比较有关系这样子。为着要邀请更加侪人奉献爱心，今年活动阁特别为家庭、亲子设计专属的互动游戏，希望好参与的人会当拿佚佗拿做公益。自己小时候是蛮幸运的，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是开车带我到处出去玩这样，所以就是因为现在小朋友其实手机蛮泛滥的，就是他们其实就是爸爸妈妈也是都比较 focus 在自己的手机上面，然后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机会可以让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出来，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互动的话，这是我们比较希望看到的。4月27号以及28号下晡2点开始，联合公益市集将伫斗六人文公园周边公民路举办，欢迎大小朋友手牵手前往参与做公益。记者陈伟，差不多。